Hello， 大家很久不见的 Octagon 八角包，大家还记得它吗？还记得这款包吗？其实之前啊有经手过一个，是一个山羊皮，然后大象灰色搭配银扣的一个，整体看起来呢，不能说非常美，它只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同时呢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所以呢拿到一个黑银的 Octagon 八角包，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些特点啊。首先它的包身呢，如它的名字一样，是八角的这种造型，当然不是那种正八角形啊，一个变形的八角方形包。说到包型，就一定要说一下它五金的细节，它五金的造型和它包身的造型只是等比例缩小，两个看起来非常接近，非常像。那这款包呢是2015年秋季推出的，最早出现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可能出现更多的都是以彩虹肩带、彩色的帆布肩带为主，后来才出现了这样的分段式的肩带，它其实是由中间的一个可以拆下来的部分，再加上两边带有五金的连接包身的部分共同组成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皮革部分的六个孔位来给它调节六种不同的长度，那它最长的时候男生女生用来斜背都没有问题，那这是它最短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大小做腋下包也是比较合适的。我自己在用的Max 版的，也就是 iPhone 的大的手机，那它是在上面的部分也是可以正常的放进去的，所以容量没有问题。同时呢在这里要说一下它的打开的方式，我们之前有见过类似的包款，比如说2002有它自己的打开的方式，有马赛克也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打开方式，同时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康康包，对不对？狐狸猪鼻子包也会有它自己的打开方式，只不过它是没有机关的，那这个就更简单了，它甚至连一块金属都不需要，它只是用自己的皮革部分，大家看到在盖子上呢会有一个皮革，这个皮革呢让我们好操作它的打开和关闭，那这样的包款是不太能够锁闭的，这个要大家知道。在它的包身上除了连接包身的两个五金之外呢，其他部分没有五金了，没有底钉，所以这是一个随身的，可以理解为一个容量大的小包。它的尺寸呢是23啊，官方尺寸23，我们看一下包身最宽的部分的确是23厘米啊，包身的高度目前它的盖子关闭时是20到21厘米的样子，所以虽然看起来更接近正方形，但实际上它的高度比宽度要小了2公分左右。八角包包身的构造也比较简单，它的外部没有侧带啊，打开盖子之后呢靠里面的位置会有一个侧带，可以放置卡片或者比较扁平的东西，那外面的这里呢我理解是它盖子存放的地方，所以呢可能也不太适合去存放东西，除此之外就是大包的位置了。所以呢基本上大家所看到的包身的大小就是它能承装的最大的容量了。这个系列除了刚才聊过有帆布肩带的版本，同时呢有见到的可能会比它小一点是手包的版本，就是不含肩带不含连接位置的一个手包的版本，相比来说呢当然是带肩带的版本会更加的有性价比。那这款包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拘一格，对不对？会比较低调一些，因为它并没有明显的爱马仕的 logo。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这只包的成色，整体来看皮革部分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的使用感，五金上面还有部分贴膜或者全部的贴膜应该都在，所以整体来说这是非常新的一只包了，95成新到97成新。 Epson 皮黑色的包身用银色的五金做点缀，它的年份刻印在这个位置是 A 克2017年，所以今天就是关于它的上新，明天带来另一个它。